OK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款荧幕的荧幕颜色的部分。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四款荧幕的颜色，荧幕颜色，荧幕的部分。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四款荧幕的荧幕部分，就是有颜色啊，跟它们的亮度。这四款荧幕呢，全部都是8 bit 的荧幕，然后最高的亮度，哦，对比度。接着我们来分享这四款荧幕的，接着我们来分享，接着我们来分享这四款荧幕的最，接着我们来分享这，Jesus Christ。